Hello， 大家好啊！终于都轮到 The Monsters 推出迷你食玩系列啦。今次会同大家分享一下精灵之家嘅抽盒手感。全系列最轻嘅咧就系手工达人啦，佢六面都能够晃动，而且上下嘅晃动空间系比较大。偏轻嘅款咧有修理车车，佢上下左右打盒，前后晃动嘅空间相对细。同佢差唔多重嘅有意念冲浪，佢六面都有晃动嘅空间，但系上下摇动嘅时候就感觉到有嘢特别喺度打盒咁。而工具角咧，虽然都系差唔多嘅重量啊，但系佢六面嘅晃动空间细，我哋会感觉到佢嘅配件系特别多嘅。重少少嘅有盲女偷闲，佢属于明盒，点解呢？因为前后下半部分会感觉到顶下。精灵 TV 属于中等重量，佢前后都唔能够晃动。但系上下摇动嘅时候，虽然空间大，但唔打盒。优秀园丁同佢差唔多重，佢前后左右空间细，上下空间大，晃动声音明显。再重啲嘅就有黑暗料理啦，佢六面特别满，几乎系冇晃动空间，仔细听只有细微嘅零件声音。基本款里面最重嘅咧就系赖床冠军啦，佢上下都有空间，但系四面都摇唔喐。今次嘅隐藏款名为漫画时间，佢都系属于最重嘅款，六面都好满，但系晃动嘅声音细啲。可以自由组合实在太好玩啦，希望 Popmart 未来出更多呢啲小玩意啦。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